Hello，我最亲爱的宝贝，今天是情人节，给你录这个视频。我们每个人要找的那个爱人就是自己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自己去爱自己。像我理想中的那个爱人那样去爱自己。宝贝，我今天想对你说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说过的话。你很棒，虽然你总怀疑自己。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你很好，宝贝，你做得很好。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想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想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、理想，就去做。每天都做一点，你不一定最后会成功，也不可能现在就成功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每做一件事，都给自己肯定、表扬。不再像以前一样，做了什么事都是想自己哪儿还做的不好的地方啊，肯定和否定自己做的事情是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，对自己的激励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像以前那样，总是否定自己，就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某一件事，甚至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会全面否定自己。所以，咱们从今年的这个情人节，然后每做一件事，然后就夸奖自己，肯定自己。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放松自己的身体。不要有那么多压力，每天去运动，然后，尤其是运动那些以前，运动不到的地方，比如说